请掀开经本第36面，36面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可爱要光明摩诃罗伽王，这是摩诃罗伽王最后一尊。这一尊菩萨的德号，可爱要光明。爱要是从事上说的，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，他们能够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慈悲爱护一切众生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在他们心目当中都觉得很可爱。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。凡夫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个因素执着自己的成见，执着自己的见解，与自己知见相接近的就可以容纳，如果与自己见解相违背的就不能够接受。这个是凡夫啊，不是菩萨。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恒顺众生，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，决定明了众生在迷呀，没有觉。迷的时候哪有不执着的道理，哪有不分别的道理？不但凡夫之人具足妄想分别之处，即是佛法界里面这个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妄想分别尚且没有能断尽啊，佛菩萨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，绝不执着自己的见解。实在讲呢，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解，佛给我们说的这一切法完全是自信自然的流露，绝不是他的分别之处。
那么这是信德的流露啊。佛知道，信德是一切众生，个个具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从佛，释迦牟尼佛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，是一不是二啊。现在问题呢，佛与法身大师他明了，知道这是信德的流露，凡夫之人不知道，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以为是佛的意思。这释迦牟尼佛讲的，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，这就是凡夫之人看佛菩萨也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你的意思啊，你的说法了，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说凡夫看佛菩萨，佛菩萨也是凡夫，佛菩萨看凡夫，凡夫也是佛菩萨，不一样啊。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，佛菩萨知道确定没有分别之处。那么我们要问众生有没有分别之处呢？也没有啊。明明看到众生在分别在执着，怎么说没有呢？相有体空，似有理无啊。这是诸佛菩萨所见，所以他们的心清净，他们的心自在，他才真正能做得到随顺。因为知道四相体是空寂，既然体是空寂的，四相哪里是真有呢？所以这个有，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，叫妙有啊。妙有是有而非有，所以菩萨就真的随身了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随喜为什么是功德？真的是功德。在随喜当中，定慧等学，这是我们讲菩萨。菩萨果证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他还是等学，平等的修学，悲智双运，对待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智慧。护念一切众生，慈悲加持一切众生，可爱要。有一位同学寄了一本书来给我看，
这本书呢，也是属于寓言一类的，它跟一般这个寓言书不一样，用这个小说的题材写出来，是个古老的传说，南美洲秘鲁那个地方传出来的，里面讲到九个觉悟，其中在第四个觉悟里面讲的能，那么他所说的能，实际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光。在中国气功里面讲的气，他说这个东西是一切众生维持他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是能量啊。那么有些人这个能啊很丰富，这个人就非常健康，容光焕发，那气功的这个人气很足啊，气很足啊。如果能量消失掉了，流失掉了，没有能量再补充了，这个他的精神就萎靡不振，身体就非常衰弱。能量的摄取在一切众生的身上都可以能得到，最丰富的能量是树木花草，特别是原始的森林，这个自然的能量最丰富。他这个说法使我们想到，中国古人常讲地灵人杰，那个地什么叫灵呢？这个地区能量非常丰富，人在这个地区长成呢，他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就特别丰富，显得健康强壮聪明灵活，所以这个话说的蛮有道理。这能量是怎么样摄取的呢？他说的跟我们佛家讲的也很接近，是爱心。如果你对于这些树木花草，你细心去观察，观察它的美，你就生欢喜心。你这一生欢喜心，这个能量就交流了。而且这个花木啊，显得格外的美，它有通灵啊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在常识里面体验到。爱花的人，花对他开的就特别美；不爱花的人，照他一样的方法就养那个花，养不活。花开出来的不美，你去仔细观察它什么时候上肥料，什么时候浇水，你也按照时间按照分量去做，你没有爱心，你一培养那个花就不行，就不美，没有精神，所以这个里面人与人之间，人与花草树木，人与天地万物，最重要的
爱心啊。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你没有爱心，你就没有能量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观察宇宙万事万物，可爱要啊，他可爱啊，所以他就充满了光明。这个光明呢，像他那个书上讲的能，能是光明。这里面还有智慧，无量的智慧。这个书里面提到的，平常我们饮食，饮食是我们人摄取能量最重要的一个方式。那么这个能量也可以说是营养。你要怎样才能得到饮食里面完全的营养呢？你一定要喜欢这个食物。你在没有吃之前要欣赏这个食物。欣赏它的美，喜欢它，那个能量就全部吸收。如果吃这个东西讨厌，不喜欢吃，吃下去之后你也吸收不到能量。没有感应，所以主张在饮食里头细嚼慢咽，不可以狼吞虎咽的，那个摄取不到能量。所以我读了这本书很有启示，当然这个书里头所说的大部分我们不能赞同。他到最后的结论，那个成就在我们佛法讲先到，它不是佛道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立心一事，是一种养生之道，可以说是这种高级养生之道。给这一尊摩诃罗伽王德号里面的意思非常相应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如果想修得诸佛菩萨那样的成就，这个爱心不能少，要特别注重慈悲为本，学佛了，慈悲是根本啊！没有慈悲心呢，这佛法里就不得其门而入了。慈悲决定不是爱缘慈悲，这佛在经上讲慈悲讲四种啊。慈悲的意思就是爱护、关怀啊，照顾。父母对于儿女关怀照顾得很周到啊，可以牺牲自己来照顾儿女。这算不算慈悲？在佛法里也说，这种慈悲叫爱缘慈悲。你爱他，对他才有慈悲啊。讨厌这个人，不爱这个人，对他就一点慈悲心都没有。就这种叫爱缘慈悲，一切众生都有。第二种叫众生缘慈悲，这个是在凡夫里面智慧高的，
心量大的，他不但能爱他自己家里人，他也能够爱他的亲戚朋友，也能够爱社会大众。今天我们讲的爱国家爱民族，再要扩大，爱全世界的人民，这个爱心就大了。佛教这种称之为众生缘慈悲，你能够爱护一切众生。大概凡夫最高的境界只能达到此。第三种叫法缘慈悲，菩萨的慈悲心。菩萨明了，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，就像老子所说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我应当要爱护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啊，那么这个爱心呢就大了，可以展开到九法界一切众生，所以尽虚空遍法界，你这个爱心充满了，有条件，不是无条件，是因为一切众生呢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所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是这么个缘故，对天地万物虚空法界这个爱心呢充满。而如来果地上慈悲叫无缘慈悲，没有条件的。连这个同根呢一体呀，所现所变这个念头都没有，这才叫到究竟圆满。还有同根，还有一体，还有所现所变，里头还有条件在啊，那个慈悲叫法缘慈悲啊。无条件的慈悲才是究竟圆满。所以诸佛菩萨那个爱心呢，就像虚空一样啊，圆圆满满的充足了。诸位想想，他那个能量多大？光明遍照，因此他才有能力随类现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能随类现身。众生有感，立刻就有应了。感应道交，绝不是实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们要学佛，你要问从哪里学起呢？从爱心学起。你能不能够爱自己？你能不能够爱别人？如何把你这个爱心呢扩大？这个爱心扩大，就是你的能量的扩大了。
那么这也是我们修学里面的一个总持法门。从爱心里面就能够见到光明。这个光明是两重意思，一重是讲光彩啊，明亮啊，这是从四摄说；另外一个光明当中充满了智慧，不但在有情众生呢，你看到他充满智慧。无情众生里，直无旷，沙粒石头，你都能看到它的光明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境界上的事。我们自己功夫有没有达到？达到之后，你对于万事万物的观察，你的感受完全不相同啊！所以名号里面含的意义，确确实实是无尽的深广啊！我们也只能够略述。提醒大家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应该要怎样去修，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底下一句的总结：如是等二位上首，其数无量。摩诃罗前王这一类的众生，这一个团体，它的人数也是无量无边。戒勤修习广大方便，令诸众生永隔痴妄。此地是表第四回向。第四回向是智一切处回向，你的心、你的愿啊，遍一切处啊！刚才说你的爱心遍一切处，你的大愿遍一切处，所以你能够加持一切众生。这些菩萨们戒勤修习广大方便，有慈悲心，如果没有方便法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。你虽然很关怀他，护念他，你没有办法帮助他。帮助他了，一定要有方便，方法，你有方法，便是便宜，这种方法教给他，他很受用，很适合他，这个便宜就是非常适合，他修学不感觉的困难。那么修学的目的在哪里呢？令诸众生永隔痴妄。因为摩诃罗伽这一类的众生，这经上常讲啊，
聋碍啊，聋就是他听不到声音的，他也不是听不到，是这样，不容易辨别，他很愚痴，勇格痴王，这个痴很有道理。这一类众生摩诃罗伽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蛇，蟒蛇、大蛇，这畜生道啊，三恶道的业因，佛给我们说的很多。这里头最重要的因素，畜生是愚痴，恶鬼是奸贪，地狱是嗔恚，所以此地讲呢，勇格痴王，他才能脱离畜生道。王是比喻，是形容，愚痴就像罗网一样，很不容易超越。菩萨有方便法，帮助我们断这个愚痴。那么这些方便无量无边，这社会上说的德号，就是提供十种方便之法，我们要细心思维，细心去体会，如何落实在自己生活之中。那么在这一段，第一位菩萨善慧，第二位菩萨德号里都有清净，幕后这一位可爱耀光明，凡是一前一后都非常重要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每一尊德号里头圆圆满满的含摄其他九个德号在其中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所以它是圆满的。古德告诉我们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都在这些地方看到。这一段呢，就讲到此地，再看下面，第五段，夜叉王，佛有无量夜叉王，所谓毗沙门夜叉王，自在音夜叉王，延迟气障夜叉王，大智慧夜叉王，炎炎主夜叉王，金刚眼夜叉王，勇健臂夜叉王，勇敌大军夜叉王，富资财夜叉王，力坏高山夜叉王，如是等二位上首，其数无量，借请守护一切众生。夜叉是八部鬼神之一，佛经里面给我们解释，这一类的众生叫极界鬼，极是快，快速，戒是敏捷。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讲清洁，
非行一场。他在空中来去自如啊，速度非常之快。那么夜叉王，这个是夜叉的首领啊，毗沙门夜叉王，毗沙门是四大天王之一啊，北方的天王。叫毗沙门，多闻天王，那么这世尊这个上首，只有这一尊呢是四天王之一，其余的这些夜叉王呢都是毗沙门夜叉王的部属，是他的部下，他们都是称王，就好像从前帝王时代，这皇帝下面有很多王公大臣，他们也管一部分的这些鬼神。毗沙门所管的有两类。一个是夜叉，一个是罗刹，罗刹是卧鬼，都是毗沙门统领的，在此地是代表第五回向，第五回向叫无尽功德藏回向。第一句说明他们的数量，他们属于哪一类的，数量无量，类别呢是属于夜叉，夜叉这一类，下面也举了十位上首。十位上首，第一位所谓毗沙门夜叉王，四天王里面也有上首，他的上首啊，就是毗沙门，北方天王。我们知道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正长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，毗沙门就是多闻，毗沙门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多闻，他的福德很大，福德了名闻四方，在我们平常讲经的时候，常常讲到表法，我们也常以四天王表法给诸位介绍，因为他们这个知名度也很高，比阿罗汉辟支佛这个知名度高多，提到四大天王，中国人俗称四大金刚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，然后我们才能够
学习得到。多闻就是古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。读书是亲近古人，接受古人他们所累积的经验与智慧，我们吸收古人的经验智慧，要靠书本。行万里路是吸收现代人的经验智慧。你看，岂不是都是充实自己的智慧德能吗？所以观光旅游都是在求学啊。都是在吸收吸取智慧德能，使自己的智慧德能不断的增长啊。古人以这种方法成就自己的学问。那么现在我们观光旅游是不是像古人一样成就自己的德学呢？我看很少。现在真的一观就光了。不但你身上的钱财光了啊，你身上这个能呢也都流散了。不但没有能够吸收啊，流散掉了。这是我们没有古人的智慧。古人行万里路跟我们确实不一样。他观察各个地区民情风俗习惯，成就自己丰富的经验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旅游的时候确实吸取大量的德能来充实自己。毗沙门他手上拿的道具是伞啊，伞的意思防止污染，虽然这污染还不很严重，他这个防止污染的工具常常不离手啊，表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意思在现前这个社会实在讲是非常重要，最要紧的如何防止我们心地的污染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怎样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成就自己无尽的功德，不能让自己的功德流失掉了。如何能够摄取一切功德？
这个是毗沙门教给我们的。因为他统领夜叉跟罗刹，这个两类的鬼神，所以他是这两类鬼神的首领。那么这个四大天王，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天，也可以称他是大鬼王。他确实是介于天跟鬼王之中，这个一个团体。那么向下呢，这个九位都是毗沙门的部属，是毗沙门管辖之下的，这是九个首领，所以也称之为夜叉王。但是这个夜叉王跟前面毗沙门夜叉王是不一样的。自在音夜叉王，音是音声，那么从名号上我们来观察，教化众生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，所以世尊跟中国的孔老夫子当年在世都是以音声为教体。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说得很好，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你给他讲解他容易领悟，你写出来给他看他不容易体会，听的这个悟性比看的悟性高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是指大多数，也有少数眼根呢比耳根利的，那是少数，不是多数。这佛法里面是讲多数人，一定要以音声说法了。音声达到自在，就是无碍辩才了，你才能自在啊。所以自在音实际上就是讲，好像如来果地上是无碍辩才。具足无碍的辩才，才能帮助一切众生，他这个最后德行里的守护一切众生，没有无碍辩才做不到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学无碍辩才，哪个人不想？无碍辩才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学成功呢？说实实在在的话，你要想真正真实的辩才，要有功夫才行啊！这个功夫是明心见性。
你见性了，我们俗话讲开悟了。开悟之后啊，那当然你辩才就无碍。可是你没有开悟就难了。没有开悟，那你要学习。学习的办法不外乎多读书，多旅游。刚才说的读书，摄取古人的经验智慧。旅游呢，多观摩现在人的德能技巧。在佛法里面叫做参学，这个参学就是现在讲的观光旅游的意思。我们参学观光旅游是有目的的，吸取经验，吸取教训，所谓是取人之长，学人之短。那么这桩事情的的确确是成就自己智慧的能最好的方法。古人重视，现在人疏忽了，所以你的智慧不能增长，你的能力、你的才艺也不能够进展。这是我们修学困境的根本原因啊。会学的人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切境缘之中，境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真有心啊，看到别人的好处，哎，我要学习。生欢喜心，生尊敬心，记在心里。我要学，要学得跟他一样啊！见到人不好的地方，能够反省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，我以后不要再犯他那样的过失。读书，尤其是读佛经，佛经是佛菩萨的代表啊。佛菩萨的生活标准，我们想学佛菩萨，学得跟他一样。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一定要记住，要认真努力去做。叫我们不能做的也要记住，一切境缘之中不要违犯，你就是真学了。所以这个是凡夫没有开悟之前成就自己智慧德能的不二法门啊。儒家讲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三人这是比喻，三个人当中有自己一个，另外两个，一个善人一个恶人，两个都是老师。我们对两个人都恭敬，
为什么呢？善人教我们行善，向他学习。恶人示现那个恶的行为给我们看，警惕我们不要向他学习。两个都是老师嘛，一个从正面教导我们，一个从反面教导我们。如果我们要会学，正面的就是佛教给我们一定要做的，反面的就是佛给我们一定不可以去做的。都是佛的教诲啊，都是佛菩萨示现这个境界给我们自己看了，让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修学成就。所以一切境界都是好境界，一切境缘都是成就自己道业的。第三尊，言持气障业障王。气障在此地多半是形容武器啊，所以这些夜叉王，你看我们塑造他的形象，都是塑造将军的身份，四大天王。韦陀菩萨这个形象啊，就是将军神，手上都是拿的武器，那么他拿的这些东西都是表法的。那么在四天王里面，我们只看到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，是武器，其余三位手上并不是拿着武器。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，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，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伞盖，他都表一个用意，表一个意思，是在将军都是拿武器的多，言持气障，这个手上拿的武器什么意思？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防止暴动啊。镇压邪恶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些一些是作乱的人呐，对他那必须用武力来降服。那么这些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心里面邪知邪见，表这些是妖魔鬼怪啊！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妖魔鬼怪不在外面呐，在里面呐。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行为，佛家常说的是恶。佛在经上常讲，是恶冤家，
十善后有啊，最忠厚的老朋友是十善呐、反过来十恶冤家了啊。那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现在把十恶冤家当作好朋友，天天不肯离开他，跟他混在一起啊。十善这个好朋友啊，远远的隔离他，理都不理他了。我们现在是搞成这个样子啊。念念呢都搞杀盗淫。念念是妄语，两舌恶口气语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。所以你要问妖魔鬼怪在哪里？夜叉王手上拿着武器的防范，教我们防范邪物，表这个意思。不是叫我们防范外面境界。你看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跟我们讲魔有四种，魔很多很多，分作四大类。四大类里面有三类都属于自己本身的。第一类五阴魔，不在外头啊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，这个生命，就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阴合合而现的相啊。五阴是魔。楞严经里面讲的特别清楚，每一音里面给我们讲十种，就讲成五十种阴魔。楞严上五十种阴魔都是自己错误知见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。第二种烦恼魔，烦恼折磨人呐、特别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第三种啊，死魔。死折磨我们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能做圆满，不能做成就，寿命到了，修行，功夫还没成就，寿命到了，这是折磨，让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你看这三种都属于自身的，只有最后一种叫天魔，这是我们身外的。身外的天魔指什么呢？古时候祖师大德注解这个经文都说是魔王剥削，指的是大自在天，或者指的是桃花自在天。佛在经上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实际上我们要体会
佛的意思，凡是外面的诱惑都属于天国。啊，我们怎样防范不受啊外面境界的诱惑？所以这个要定啊，定慧就是武器啊，严持气障。那么在此地，我们明白它的意思，就是严持戒定慧。这个是气障，能够防止一切邪恶的侵犯，使我们在菩提道上能够一帆风顺，不受阻挠。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呢。佛在经上也有比喻，把持戒当作兵器，把忍辱当作铠甲。忍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，戒这个戒律可以对付邪恶。这个比喻意思都非常好。明了之后呢，就知道自己要怎样做。第四尊大智慧业障王，大智慧是自信本具的般若，也是经上常讲的一切种智，这才叫大智慧。能够彻底就近解决问题。佛法的修学就是求这个大智慧。佛家讲智也说三类。第一类叫一切智，阿罗汉所证得的，你如果证得一切智了，那你就是证得阿罗汉果。一切智知一切万法的离体，明了四之理，相之体，他明了了。所以说万法皆空啊，一切知是知万法皆空，也就是佛常常说的相由体有，似有理无。阿罗汉对这个道理，这个事情的真相，他了解，他明白，所以他对于一切法不执着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都能放下了，再也不执着了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这个是一切智。第二种智慧叫道种智，道是理论道理，种是讲一切现象，现象无量无边啊，这些种种现象什么道理
出生的。什么道理形成的？什么道理演变的？这些事情啊，阿罗汉就不知道了。阿罗汉只知道一切现象的本体是空的。你要问一切现象怎么发生的，他不知道。所以阿罗汉是知空不知有啊。菩萨的智慧比阿罗汉就高了，他知道这种种万事万物怎么生起。像现在科学家在探索宇宙怎么形成的，生命怎么起源的，一切动物植物是如何进化的，这一类的智慧呀，都叫做道种智。那么世间人纵然呢有这些智慧，他不知道这些四相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，虽然知道一些了，依旧不能解决问题。难处在此地啊。菩萨就聪明。菩萨知道的透彻。知道的圆满。所以菩萨能够帮助自己提升境界，也能够广度一切众生。他能帮助别人，他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能力，这都不算是大智慧。大智慧是一切种子，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。一切种子，一切就是一切智，种智就是道种智。知道它是一不是二啊。菩萨这两种智慧都知道，体也明了，相也明了，体相不能融合成一体，所以他的慈悲还落在法缘慈里头。如果他知道性相离事是一不是二啊，他就入如来境界，那个慈悲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是佛给我们说出来。其实他有没有这个意思？没有啊。他如果还有这个意思，同体大悲、无缘大慈，依旧落在法缘慈里头。那不是无缘慈，无缘慈念头都没有啊，别说是言辞了，念头都没有。爱护一切众生呢，就跟爱护自己一样的，没有差别啊。这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不断的向上提升的。一定要了解智慧从哪里，清净心来的，从定来的。所以戒定慧叫三无漏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个慧就是真正的智慧。
所以智慧绝不是从这个经典里面得来的，不是从记问里头得来的，那个得来的不是真智慧，真智慧一定是从定中得来的。所以古时候大德们讲经说法，无论是出家的法师，在家的居士长者，说法的人一定修过禅定，一定有禅定的功夫，你登台人家才相信啊！如果你没有参过禅，没有修过定，你要登台说法没有人听啊！为什么？那是你没智慧，你讲什么经啊？讲得再好啊，都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所以古时候人重视修定智慧，我们念佛也是修定，修清净心，应界得定。这个界是指什么？不是指律仪界，略一切他的目的是防非止故，换一句话说，帮助我们断恶修善，初级的佛法要懂这个道理，能够保证我们不舍人身，依照略一切的修学，你来生还会得人天福报。那么戒定慧这个戒字是广义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守法，遵守佛教给你的方法，这叫持戒，这个叫戒。戒是教戒，一定要依照规矩，依照方法去做，你才能得定啊！你不依照方法，不依照规矩，你就不能得定。所以有很多戒律很严的人，持戒很清净的人，他那个是持戒清净，心不清净，那个不能成就。他不知道持戒的目的是得定，他搞错，他持戒的目的修人天福报，这就搞大错特错了。为什么会变成人天福报呢？自己戒律很严，修得很好，看到别人不持戒，别人破戒，他有分别有执着，自己生起功高傲慢的心，轻视别人。这样持戒了就错了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给我们提出
警策啊。他的话说得很好啊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原则来修行来持戒，就会得定。为什么呢？不见世间过，只见自己的过失，不见别人的过失，我们才能得定啊！绝不是叫你持戒，拿着戒律这个标准到处去衡量别人啊，那你看到各个人呢都犯戒，各个人都破戒，你还会有什么成就？一天到晚就生烦恼，一天到晚瞧不起别人，这世间人都是恶人，哪里像菩萨？菩萨看世间都很可爱啊，那不一样啊。这一点我们要认真去反省的，要好好的学习啊。所以说，恶人坏事，我们要在里面看出它的好处。看出他也有可爱之处，我们才能得法喜充满了，才能成就智慧功德。不能够跟一般人见识一样啊，那是凡夫心，凡夫心。我们要学佛菩萨，怎么会看到这些恶人也有好处呢？这个很难啊！看到恶人作恶，仔细去观，他的好处在哪里？好处多了，那对我好处太多了。警惕我，我有没有犯这个过失啊？这不就对我有好处吗？他是不是真的作恶？不是真的，他是视线表演给我看的，是警告我的，是让我反省检点改过自新的，他是我的大善知识，大好人一个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外面境界没有善恶，没有好丑，善恶好丑都在你自己接触起心动念。你用善心所看待，一切都是善的；用恶心所看待，一切都是恶的。正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嘛，净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呐。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的，所以诸佛菩萨他不起心不动念，看一切境界啊，天堂地狱都很可爱呀！因为他在净念当中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地狱里怎么好可爱呢？消众生的业障啊，那怎么不可爱啊？造作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，到那里面去消业障。业障消除了，他就往上超生了，地狱也很可爱啊。看这个事情，看一个人，看你怎么看法。所以感受啊，自自然然就不相同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果然能够学到了，那你自己的心真正叫法喜充满了，
清凉自在啊，这个样子才能入一真法界，就是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慧照见一切诸法事实的真相，诸法实相。见到诸法实相，就是一真法界。第五尊，念言主一刹那，念也是表智慧啊，念言主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主啊，主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宰的意思，做主的意思，谁做主？慧眼做主。这个意思好啊，慧眼做主，你对于万事万物，你就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，不会被欺瞒了。没有人能够欺骗你，没有人能够蒙蔽你有慧眼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言也当然是指的如来果地上无言圆明。金刚经上讲的如来有无言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。我们怎么晓得此地念言主是表无言圆明的？这个境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不是法身大士啊。华严会上这些大众，无论他现的是什么身份，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，正是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以夜叉王身得度，他就现夜叉王身。华严经啊，这个法华经上讲本机因缘啊，他们的吉祥是夜叉王的身份，他们的本根本是如来果地。都是佛化身啊。我们要想真学佛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快速成佛，只要你把那个念头转一转，你就成佛。怎么转呢？除我之外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全是诸佛如来化现。诸佛如来化现这么多身，化现这么多事，干什么？度我一个凡夫的。我一个人是凡夫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化身。这个念头一转呢，就超凡入圣。那真的是假的？这都是真的。
真的难懂啊，真的你不懂啊，要用方便说啊，希望从方便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真实。方便怎么说呢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有情众有佛性，凡是有佛性的，那他当然就是诸佛。一切诸法植物矿物，它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啊。华严经上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他怎么不是佛呢？又何况佛在经上常讲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未来是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给诸位说，这是方便说，方便说你才好懂啊，你才会点头，这个说法有道理。如果给你说现在所有境界都是真佛，你一下就呆了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说真的你不相信啊，说假的你相信啊。再跟你说，真假不二啊，你慢慢去参去吧。华严会上，这是一乘圆教大法了，字字句句真实不虚啊。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确确实实是真佛。是诸佛如来圆满的显现啊，然后那我们的慧眼就开了，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呢，都成佛了，都是佛了。大地众生成佛了，我们自己就成佛了。还看到这个大地众生，哎呀，这个是凡夫啊，那个是恶道啊，那我们就是生死凡夫，六道里头轮回的众生。你看看，生佛就这一念之差，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念头能转得过来？转不过来呢，老实念佛。念佛就是转境界，念久了豁然大悟了，他就转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念佛功夫不得力。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口里头有佛，心不像佛，所以他不得力。口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出来，那个心里也真的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像了。那你的这个法相啊，马上就变了。现在我们口里有佛，心里头不是佛。那这个心要怎么样才是佛呢？你的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思想见解。你的思想见解要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，你心里就有佛。你的色相就变了，心要像佛，心是佛心，愿是佛愿，把无量寿经完全变成自己思想见解行愿就行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叫你真正会学。
啊，你学得很像。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。然后也得如来无眼人眼。对于事出世间诸法实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这是大智慧现前。虽然明了，又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大禅定啊，就是《弥陀经》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。我们跟诸佛菩萨就差不多了。所以念佛要以这个为我们修学的标准。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提升到这个境界。那个时候往生自在了。自在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。不是说寿命到了那天，不是。喜欢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喜欢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干事，这叫自在。喜欢什么方式走就什么方式走，有人喜欢坐着走，有人喜欢站着走，这个叫自在啊。也有人喜欢没有病这样子，也有人喜欢呢生一点病给大家看看。你说那个多么自在啊！维摩居士就是视线生病来度众生，我说不生病没人来看他了，我生病大家都来看他了，来看他向他问候啊，他就给他说法，机会教育吧。生病啊也是教化众生，也是度众生，他不是真生病啊。所以这个叫得大自在，你自己真正做得了主。真正做得了主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见识能做主，真的是重要啊！所以用眼主啊来表法了。见色闻声呢，自己做得了主啊，确确实实入佛境界。第六尊金刚眼。夜叉王，前面是夜眼主，这是金刚眼，这两个名号意思相同。但是在佛法里面，相同啊，决定不能说两个。如果两个在一起呢，不在一块的时候啊，两个意思会是完全相同。如果两个在一起，那一定有讲究。眼眼主啊，菩萨的无眼；金刚眼呢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无眼。那么这个就有差别了。法身大士。也有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，但是不圆满所以佛在经上说，法身大士也有无眼，也有实力，
也有四无碍辩才，四无为，十八不空法，法身大士都有。那么指法身大士，在华严里面，初住菩萨到等觉，都有如来果地上的等，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特别是在华严，华严是树，一味能含摄一切味，这个意思很深，很微妙，所以这个经呢，称为大不思议经，这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呢？初住菩萨，这位置很低啊，好像我们念书啊，一年级，一年级的学生，他怎么可以具足51年级学生的这个智慧能力，在我们讲不可能啊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怎么可以具足这个大学生的智慧能力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居然可能，居然能，这就不可思议。这什么道理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有疑惑啊。明了道理啊，才能够断疑生信。道理说他见性了，见性虽然没有圆满，他见的是真性，所以他能够贯通圆初住具足果地上的等，因为他用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个心，都是用的真心。道理在此地，不像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他依旧是用80无始心所。这个在相宗里面讲一生性啊，化身大师叫同生性啊，同是跟如来果地相同。十法界里面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用的心跟诸佛如来不同，跟我们凡夫同。这个同生异生是这样说法的，所以它是同生性。这个里面呢，就能够圆融，异生性里头决定圆不了。所以不能拿我们这个比喻来比，我们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哪里能够知道中学大学生的这个智慧能力呢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是一身心。这化身大士他们是同身心，所以心。你看华严是圆教，圆教前面摄性位的菩萨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摄性位的菩萨是一生性，一定是破一瓶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那就同了，那就如同生性了，才可以。所以，初住具足啊，等觉菩萨的智慧等，等觉菩萨也没有离开初住菩萨的那个善巧方便，也没离开。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！每一个位次都具足一切位啊！所以华严
这个里头的形象啊，叫行部不安圆融，圆融不安行部。行部次第，有没有次第？有。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，有次第。虽有次第，它圆融。圆融跟次第是交融在一起，没有妨碍。它是交互的。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不但我们没法子想象啊，不可思不可议，思是不能想啊，你想不到的啊，意是说你说不出来啊，这不可思议。十法界里面说老实话，我们可以思可以议，十法界外面的一真法界的确是不可思不可议。像我刚才跟诸位说的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给我们看的，这不思议境界。那么这个说法华严会上这些法身大师也听得点头啊，他们没问题啊，我们凡夫听了摇头啊。那么这个金刚眼夜叉王代表啊圆满的无眼如来果地啊，我们这样分就容易了。前面眼眼主啊是法身大士。第七尊是永见毕夜叉王。毕是手臂。永见形容他有力。这个手臂做什么用的？帮助众生用的。观音菩萨两个手不够用啊，要现千手千眼。现千手千眼，千手千眼是表法，诸位要懂得，不是真的长了一千只手啊，一千只眼，真的要长一千只手啊，那动都动不得了，那个麻烦大了，千手千眼代表什么呢？眼到手到，我见到了啊，我马上就帮你忙。表这个意思，表双手万能，表这个意思，不是真的，这个有那么一千只手。那么我们造像，或者画菩萨像，画这种形象都是表法的，让你看到这个像啊，你就要自己想到，我见到，我手也要到。真正要去帮人家忙，特别是见到一切众生呢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热心去帮助他了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叫大慈大悲，所以我们学观音，学观音的慈悲，学观音呢，眼到手到。这个永见力就取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眼见了，我们不能帮助他，这是错误啊。可是也有时候啊，确实不能帮助他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语言不足啊，也就是条件不具足。也正如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们
他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苦难啊，灾难频繁了，他们看到了，观音菩萨也看到了，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？条件不足。什么条件不足呢？我们这些众生不相信，不肯接受啊。菩萨想帮助我们，也有能力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他帮助，不喜欢他帮助，所以菩萨一直不来了。来了怎么样呢？来了加重众生的罪业，众生不相信他，还要批评他，还要回谤他，不就造更重的业吗？所以他不来了。不来是慈悲呀，少造一点业啊，来了你见到谤佛谤法谤僧呢，你造的业更重。所以佛菩萨示现慈悲，佛菩萨不示现也是慈悲啊。其实菩萨不示现是不示现佛的那个样子，不示现菩萨那个样子，示现一切众生的样子。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再再处处都遇到，那叫真正慈悲呀。时时刻刻在帮助我们，时时刻刻给我们启示，是我们自己不认识，自己愚昧无知。明了之后啊，才知道佛菩萨的心地慈悲到了基础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